五拜，一心观理，圆满报身，所居之处，永无众苦诸难，恶趣魔恼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，宽广平正，微妙奇丽，超逾十方一切世界，实报庄严净土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就是报身的佛。我刚才谈了法身，已经知道极乐世界的名字，这是单题报身。既然从法身流出报身，就谈报身的佛和他的土的境界。这一拜就是拜圆满报身所居之处，从法身流现出报身，这是在菩萨地位才能见到佛的报身。这个报身所居之处，那是十报庄严土，所以后头就是有这一句，你看，十报庄严净土，报身佛就在十报庄严净土，报身所居之处，永无众苦诸难，恶趣魔恼之名。这个地方永远没有，不但没有这些东西，没有什么叫苦，什么叫难，什么叫恶趣，什么叫魔恼，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啊。所以极乐世界许多鸟说，那个极乐世界怎么会有鸟啊？鸟不是畜生吗？彼土尚无三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十？连名字都没有，怎么会有十？那都是阿弥陀佛变现的。极乐世界没有这些苦难恶恼之名，也没有四时寒暑雨鸣之意。雨天、四时、时间，有冷有热，有下雨有阴天呢，这些个变化没有，所以永远是温和晴朗，宽广平正，非常广大呀，你去多少人都不会容纳不下呀。十方的佛国都劝他们的国的众生都去极乐世界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往生呢，但是没有说是这个地方容纳不下了，客满，没有这个事儿，多少人来都可以，这是无限大。平正，极乐世界是平的，没有山，没有经流、急湍、高山大岳，都没有。它是心静就佛土静，心平就世界平，人心要平等，世界也就平等了。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高山深谷，都是平的啊。但是泉池很多，它没有惊涛骇浪，但它有好多泉池，就是池子、流泉、小溪流啊，围绕着。你只要住的地方，外头就是有莲花池啊，八功德水呀。极乐世界的水可以从下往上流，
就围着你的房子流上来转圈啊。不是那个喷泉，喷泉很不自然。咱们这个水只能向下，极乐世界的水可以向上，它没有地心吸引力了。它为什么不能向上？你看，在太空里头，它就是可以飘起来。微妙奇丽，极妙啊！微妙的，妙得你无法说了。丽，美丽，这个丽是出奇了，超越十方一切世界。所以，这个就是说，极乐世界，因为阿弥陀佛发这个愿的时候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他就是想得到一个国土，超越十方。问佛可以不可以？佛说可以的，发什么愿都可以实现的，就是把一切佛土给他看呢，他总结呀，后来就圆满成就了。所以他得到的果实也是如此，微妙奇丽等等的。超欲就是超过了，欲是越，超越，越过十方的一切世界。这是一个十报庄严净土，这是报身佛所居的，没有一切恐怖恶难，表示一个大平等啊。底下光寿无量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第六了。念公在原始录影中讲到超越十方一切世界的超字时，停顿了一下，紧接着说，这是油印的本子，所以这个玉字没了。可见当时物质条件之简单朴素。Thank you.
阿弥陀佛。南无